我觉得自己好帅气啊！这个真的，你想露一身黑西服也挺帅的哈。而且你的黑色衣服把头纱衬出来，是黑白的感觉，嗯，看，很满意，谢谢大家。然后你大概是想要什么感觉呢？西服裙子，西服裙就是西服裙对吗？短的吗还是长的？短的，短的。就要双排扣还是单排？双排，双排更帅吧？双排扣，我一定要开敞篷。双排扣更显得那个就是比例更好一点。先把它简单先换一下。然后袖子你喜欢就是平一点的还是有点？平一点，平一点啊。然后我们还是腰的地方还是什么？腰瘦的，收一下哈。然后帮我设计一个半裙的这种。嗯，就是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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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，然后可以穿着帆布鞋去跑步了。OK OK， 到时候可以秀一个字的，可以的。这是设计的帅气的小西装婚纱，它是幸福的一个符号，一个象征，然后也是代表着你进入了另一个阶段的战袍，但是。我见到那些婚纱我没有想穿上它的冲动，我可以去设计，但是还没有一个人值得我去穿上它。你要睡下来吗？我要带着开敞篷走。真的真的，我一定要开敞篷，这是它的重点，这是它今天的重点。走吧。好好，开敞篷。上车呀、啊、同志们。走，上车。我们俩在坐后边。我有准备，给看我给你们准备了什么？哇，好适合你这个。给。哦，等，我跟大家说一下，我的车技很差，你们要理解一下我，好吗？不怕。其实很多的仪式感是可以自己给自己的，只要能够让你快乐的事情，就是可以自己去做、去完成的。去那个利物浦那吃饭，好好看的餐厅，在这里吧。好，哦，谢谢。不好意思，不好吃了。来吧，彤彤，你吃啊。韩阿姨就不照顾你了，自己来。这个叫 Summer， 你坐在那边呗。我还想说，今天我们不是说给大家做了那个纱吗？然后我就想说，你们俩其实可以回味一下今天那些东西。那你为什么要做婚纱呢？会选择做婚纱呢？其实一开始我尝试过很多造型啊，然后杂志啊，然后我还做过成衣、男装，但是可能我性格里面，就我从小就是不喜欢跟别人穿一样的衣服。那怎么样才能够自己就是把自己想表达的能够表达出来嘛？然后我觉得婚纱和礼服它其实上面汇聚了很多女孩子喜欢的东西，就什么小珍珠啊、小钻啊，就梦幻的。对，你看今天波波帮我加那几个珍珠，就会显得很灵动、啊，就不一样。然后创作的过程也会很享受。哎，那你觉得就是说婚纱对于女性来说有什么样意义？我觉得可能是，现在比较说的就是你的仪式感。你不一定要拥有一件婚纱，但我觉得如果可以的话，就是不管是什么样形式的，甚至是一根头纱，我觉得可以是女孩子给自己的一个另外一个身份的状态，给自己的一个仪式感。对，仪式感。然后像这种仪式感，有的时候也是给自己的一个礼物吧。比如说，我今天就满足了自己这个小小的愿望。虽然说我拍戏就穿过很多次婚纱，但是我今天戴上头纱那一瞬间。就是不自觉的会笑一笑，很开心。你感受到了吗？真的就是哇，就是一种仪式感。就我也可以自己给自己。
就像我开个敞篷，然后戴在头上，我觉得这就是给自己的仪式感。然后薄纱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，它就像一个缩小版的婚纱一样，每个女孩子自己脑海中的那个薄纱，我觉得是最美的。嗯。第一个你聊的婚纱，我觉得你经常会就很激动，眼眶红润那种。我就属于那种，就本来自己也不想哭的，然后看到别人哭，我绝对会哭，一起哭。但是我今天在头上，我没有想哭哎，按耐不住的开心，就是女孩子在这种仪式感下，真的是发自内心的。哎，我觉得你那个，就我今天在做头纱那地方，你真的可以把它控制来。之前可能没有想到这一点，你就是让新娘自己去设计啊。而且我觉得不仅是新娘，像我们这种没有男朋友的女孩也可以去。哎，谁没有男朋友？为什么要指我？我要炸了，各位。至少他今天把这个婚纱的这个一部分愿望给实现了，而且画了手绘图。你是不是？我已经脑补了你穿他的样子。你什么时候结婚啊？人，发现单身，单身好久了。你有靠谱的吗？你喜欢什么样的？你可以说吗？现在？很难讲，看过世界的人吧，就不想要太多的人。其实我觉得就是在遇到那个人之前，所有的想象条件也只是个条件而已，就是当你遇到对的人以后，我觉得那些都不是影响你决定的因素。经历过就是个收获。我不觉得经历过是好的。你经历过等于你现在已经失去了。我要想哭。都经历过就是好，我觉得都是对那个人的安慰。谁愿意去经历呢？来来，有没有人像我一样，就是那种单身的，然后给自己设计婚纱？嗯，基本上没有。真的吗？对，但是觉得，我一直有一句话，可能有点搞笑，我觉得另一半可以有，也可以没有，也可以换，但是我觉得婚纱是属于自己，就和另一半也没有什么关系。所以你完全不需要，一定要在有另一半的时候再来决定做这个事情。准备好你的婚纱，然后等待他的到来。哎，我好喜欢这句话呀！谢谢大家，大家今天辛苦了，改天我们再聚起来啊！